他都会讲啊，但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我比较不了解，所以方杰会主动跟我讲，所以趣事，所以各位圈内的好友，当我要出书的时候，你们就准备给我封口费了。真的很碍眼，你很碍眼。我们今天上节目主要的目的，观众不就是希望高兴高兴吗？是。那我们如果真的像平常聊天这样讲，哎，我们啊，谁要听你讲？当然要一下调点气氛一下，这样观众看了以后，他也跟着你高兴一下，跟着你当一下，这不是你们要我们来的目的吗？我要把他跟赵树海大哥放在同一个节目。哎，高姐，你怕赵哥吗？赵树海大哥？我为什么要怕他呢？因为他也蛮敢讲的。他敢讲跟会讲能讲是两回事啊。那他敢跟你说大道理吗？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讲道理？有哪个道理我懂得不如你多？我骂他就来骂你，我好想跟他对讲。